没关系，就在台下的你们，就是今天这边哭一哭，出去就没事了。安慰一下你们。对，安慰一下。接下来这一首歌，其实我在就是在铁花村唱这首歌，压力超大的，因为那个常来铁花的人都会知道，他是也是南望部落的，然后就从是李永龙，对，然后他的歌这样。你刚刚有听过陈永龙吗？有没有？金曲歌王。哦。等错喽。永旺，大家听过陈永龙吧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是要告诉自己，台下的观众不理我们没关系。好，当作。但其实你们可以讲话，因为今天的表演就是比较轻松自在。听我们对。对，你等一下可以上来唱歌，等一下我就随便拉一个，你们可以上来唱歌这样子。今天就是一个没有距离这样子，我等一下也会坐在某个人旁边。好，这首歌叫做什么？没有寻寻觅觅，有点诗情。怪的一首歌曲。